洋洋，你最难忘的年味是什么？这个给你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舞蹈一直是我最初的梦想。12岁时，我就从上海去到北京学习跳舞。为了我热爱的舞蹈，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。同一个空翻，100次不算多；同一个双飞燕，差一点高度都不行。这一颗热爱舞蹈的初心，让我在舞台的最中央绽放，直到有一天。妈，杨洋啊，妈妈刚刚接到《红楼梦》剧组的电话，说选中你出演少年贾宝玉了。去吧，儿子，妈妈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。妈，我想毕业汇报结束后再回剧组。让我跳完这支蒲公英吧。我选的蒲公英作为毕业汇演的舞蹈，是因为每一株蒲公英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。只要心中为它保留一片土壤，就能随时绽放出一片绚烂的花田。加上一份初心，让我新年尽情追梦。愿你在新年里继续坚持初心。康师傅，加你加年味，开盖迎新年好礼。